你要做什么运动？举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天分。小雨，你想不想拿金牌？以你的天分，再加上我这个24小时付出的教练，就足够了。你看看你自己，你手臂的马上比说动作还要小，你能举什么呢？你可以参加比赛了。冬慧啊，我知道，如果我不尽我最大的努力去追求我自己的梦想，是不开心的。好，都会台 Go Local。